坐坐坐坐，快点给我看。傻儿子，傻儿子，哎呀，咦，喵喵呢？喵喵呢？哎呀，你吃吧，宝，你吃吧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宝。哦，好吃，嗯，真好吃。这小朋友哈，站好，孩子啊，站好，看好，把这小鱼，这几个小鱼，啊，我，饿，饿，饿，美，叫，美，给它羽绒服给它洗洗吧。又给玉给了羽绒服洗洗，还有娃娃嘞。我以为你又给他洗衣服了。他不能上多高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我就不能在你面前晃。妈妈忙啊，妈妈忙着呢，宝宝。妈妈抱。哎呦，哄不好了。嗯，你看，拍着你呢。丢人吗？哦，丢人丢人是吧？啊，给你打码打码。哎呀，这个自拍家的腿折了一个。猫哥给我买这个电脑，还真派上用场了。没事盘个核桃。走吧走吧。坐坐坐坐，快点给我看。到午饭点了，公公叫我们去吃饭，大喵有点闹叫，孩子姥姥就不想带他过去了。把菜盛出来。你拿盛饭的时候，估计还在咱们那个家呢。我吃这个馒头，大伟要吃鱼丸，行，啥都行。楼下有卖的吧？不知道吗？你看看去。吃完饭了，跟我爸赶紧回去一趟。主要是大喵刚打完疫苗嘛，今天是重点观察的一天，怕他又发烧，是吧？嗯。我爸还有点害羞呢。小妈妈不？好好吃饭啊！吃饭我们长个个啊！尝一根儿童水饺。嗯，还挺香。嗯，你故意是吧？你故意气姥姥的是吧？不能吃，你故意气姥姥的是吧？你个小坏蛋。还挺萌。刚才我喂他吃，他不吃，我往那嘴里放了，他气的，他说啥？好像听他说了一句：“你咋的？”哦，没嘲笑你，没嘲笑你啊。把家里最后一个榴莲肉给吃了。喵喵。你喜欢走路呀？开心的喵子马上一周岁了，和猫哥打算去附近给他订个蛋糕去。挑哪个？挑个最大的。这么小都500，居然上冰淇淋了。要不咱再偷吃个酸辣粉再回去？你婆婆饭都做好了，你再吃完回去不再揍你？想吃点辣的。吃饭喽，焖面。我们点的奶茶来喽。这双胞老人天天跟着我们。我真爱喝。他觉得走路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拜拜拜拜，明天又见喽。拜拜。哎呀，真会拜拜呢。帅哥帅哥帅哥。